主料洋葱250克，辅料油盐酱油鸡蛋两个，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洋葱切丝，鸡蛋打入碗中，放入少量盐打匀，炒熟的鸡蛋盛出，锅中放适量油，放入鸡蛋煸炒，另起锅放入适量油，倒入洋葱煸炒，倒入鸡蛋炒熟即可。烹饪技巧，鸡蛋中放少许盐会更好吃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